就是那磨死了嘞。我的话在吃的呗，吃的是。哇靠！外卖小哥，走街看巷，我给你整点。那个到底有往哪接呢？吃过，好，再吃两遍的面了。哎，挂个门啊！哦，到中山路子，中山路那里有个煎大香肠。你走一条秘密的小路，我发现进巷子了，这里是准备好吗？马上要去项目了，哦，是有没有准备好？
海当金怎么了吗？真不贵，这不是又出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不是放栏杆吗？栏杆踩了，哦，踩了，哎，哎，啥子了呗？这边是防栏杆，踩完这边就是固定大哥。哪个宏观的外星人在这里拍过不？啊？宏观的外星人？嗯呐，就是放波他们。踩单车是踩固定的，就是在干这个。那你哦吼、oh, oh.